大家收看欢迎带来的游戏六成解说方舟啊，现在玩的叫这个原始恐惧啊、我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要去打那个一界的 boss 啊，飞龙，然后咱们要做二界的 boss 什么玩意儿。好、啊、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咱们现在去吧，走，去这个恶魔岛，然后去揍他去啊，揍飞龙。 OK， 这个死神是属于地狱系的吗？ OK， 好了，哎呀，这还有个 boss 呢！哎，我卡哪儿了？哎，别！哎，哎呀，这货卡了！啊，好了好了，你干哈呢？攻击！烧死你们！我先把怪清一清啊！攻击 ！boss 烧死了。可以啊，咱们先把他们给弄死啊！镰刀龙搁这儿呢，打死你！好，给把怪都清一清啊。然后呢，用这个镰刀龙那什么呗，镰刀龙卸一下啊。他们说镰刀龙卸这个材料卸的多。哎呦呀呀呀呀呀！我去，我摔掉三分之一血。镰刀龙那边有个 boss 啊，看看能不能抠出来 boss 的血更多一点啊。做那个饲料啊，做什么材料用的 ？OK， 这个呗，给的多吗？38个呀，这个叫恶魔血是什么血？这包里都啥呀？有这个成长药水。OK， 我早晚得给我摔死。这个是吧？这是好东西，过来，都过来吧。净是好东西啊，捡一捡吧。行，然后咱们就杀那个飞龙呗。镰刀龙搁这能行不？那咱们这样啊，咱们把镰刀龙的那个攻击模式弄成攻击我的目标，加个小的经验瓶。行了，别捡了。这还有没？这破烂。那你就搁这待着呗。你是吧？行为攻击我的目标，是哪个？这个是吗？攻击清醒目标，这个是呗？啊，攻击啊，行，那你就搁这待着啊，然后我骑上他是吧，然后咱们把飞龙招出来，然后把飞龙打死就完事了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破烂。我这么小啊，好小啊。我好吧，那咱们把飞龙打死啊。飞龙现在三号街。 OK， 这儿行不？差不多啊，然后把飞龙打开。行不行啊？哎呦我去，他怎么有点走不动的意思呢？烧他烧他烧他，死了啊。我看看啊，你，我想用镰刀龙拆他。你别动啊。 OK OK， 我去镰刀龙旁边。他是不是你那什么啊？你给我钻地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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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去！你要我吃了秒熏药好像，秒熏药放这干嘛呀？我拿下去，这样呗。我饿了，可不饿了吗？吃秒熏药了。冲啊！咱们用它拆看看啊，吃秒熏药一直拉屎。我拿它去拆杠，真有用吗？这是天神镰刀龙啊，它拆的多吗？给的硫磺，优质的肉也没给什么玩意儿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回去呗，咱们带它去杀一圈啊，带它去杀一圈，然后咱们这哎，前面有攻击，天堂的狗。我能干过他不 ？buff 打开啊，揍他去！过来！我去，什么玩意儿 ？OK OK， 可以啊，扒了点肉，扒了点皮，打死！打死打死打死！我这镰刀龙也挺厉害呀、啊，
这是天神的是吧？牛龙攻击，才20万攻击力，那个死神100多万呢。OK， 走了走了走了，回家了。我的死神呢？哦，钻地了，我怎么没看着他呢？打死了！镰刀龙拆东西是多吗，小伙伴？我怎么不感觉呢？OK， 我下来看。哎呦我的妈！前面有个牛龙，小心点啊！这包里啥呀？破烂。你出来呗。我去，可以，走吧，咱们，咱俩先回去呗。哇，他一个平 A 100多万的攻击力，还可以，走吧，咱们回家。那镰刀龙，你跟我一块走啊，还是咋的？我先回家，镰刀龙扔这儿吧。现在好像集齐了那个二阶 BOSS 的这个制作二阶 BOSS 的这个材料啊。OK， 这死神呢，我不是特别喜欢啊，它太大了。然后吧，喂，我去的，那我咋下去啊？每次啊，那材料给我们，材料是不是在镰刀龙那儿呢？我就没带过来。好吧，镰刀龙你还得回来呀、啊。招一下啊，镰刀龙这个是吧，把东西给我呀。 OK 给你点果子吧，我走不了了，怎么肉给你，这个给你，可以了吧，能走了能走了。 OK， 我看一下，快回家。是啊，这不回来了吗？我现在看一下啊，那个什么材料在哪儿呢？这个是吧？这个，然后呢，咱们做一下啊，二阶三阶，这个是二阶 BOSS 啊，做一下这个吧。把他打死会掉东西吗？哎，我的个妈 ！SUM 卡片，咱们把它招出来啊，在哪儿呢？哎。是这个吗？哪一次啊？是这个吧？哦，是这个，SUM， 我没做过啊，是这个呗，放在这儿，然后咱们还得去一趟，把它给弄死。我身上东西多哎，我们拆一点东西，这个给你，然后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还有一把枪。可以了吧，走吧。死神呢，你还得去一趟，帮我去揍他去，能干过他不？别干不过把他这个弄死了，死了别赖我啊，我不了解情况是吧，所谓不知者无罪啊，死了别赖我。哎，往哪儿走呢？不是去恶魔岛。 OK， 哎，是让他自己打呀，还是应该怎么打呀？恶魔岛哪去了？把他打死的话，这儿呗。你们干啥？我招了啊！揍他！对，清一波兵。是吧，清一波兵线。啊，那我就搁这招呗。行，那我招了啊，我能干过他不？我去，揍他。哎呦我去，行不行啊？哎呦我的妈，死啦啊。这不二阶 BOSS 吗？那啥了，我把镰刀龙招过来了啊！行了，我去，死神你这么厉害啊！小瞧你了。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把那个镰刀龙招过来啊！镰刀龙帮我拆点肉。你搁哪儿呢？别动了啊！我去找镰刀龙去。镰刀龙，我这太高了，我打，我起，哎，你俩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暴虐龙吗？是吧？天神暴虐龙吗？这是？谁说是男巨啊？这也不是男巨啊。
长这个德行，我观察观察。哇，好大呀！我去的，可以。哎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拆它。哇，好大呀！这个就是二阶 boss 啊。可以吗？行吧，那就再个盒。那我回家呀、啊，回家吧。我怀疑你在拖时间，谁拖时间了？啊！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回去。我这都多快了进度啊！回家。然后有那个材料就能做二阶 boss 的那个什么吗？不对呀、啊，这啥也没给我呀！你慢的离谱。哎呀，这不得慢慢享受吗？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不是、啊，你直接放出来，我旁边有怪的，万一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神器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装备。这是干啥的？装备啥呀？哦，是个盾牌，好像是。然后我现在干嘛呢？我现在看看他身上有什么材料。没啥材料啊，就给了个这个。哎呀，还给我个头盔。这头盔是什么头盔啊？护甲4000多。哦，这个头盔挺好的。没了，就给个这个是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我把他训了就完事了呗，直接一剑把他打晕了啊！我明白了啥意思，那我得去一趟呗。我看一下啊，我得准备好啊，别到时候出岔逼事儿。我看看，我现在需要这个是吧？这应该是个天神的嘛，我把它扎晕了就完事了。那我不能带你去了，那我得别给我摔死了。我骑着小鹿去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然后我把那个天神，把那个谁呀、啊，把那死神也给招过来。这样，死神你回来吧，你回来，回到家里来，死神。哎，对，然后呢，我骑着小鹿去啊。小鹿你在哪儿呢？小鹿。小鹿你在哪里？是他吧？对，带着他去，然后我再去恶魔岛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恶魔岛老催我也没那么快。恶魔岛出发。你血量半血没事，我吃点回血药去。 OK， 我不用把这些清一下吗？攻击行吗？攻击，怼死你！清完了吗？清完了，差不多啊。那我就给他放出来了啊。我有点紧张，我把他放出来了啊。三，搁哪儿呢？人呢？哎呦我去，这么大！哎呦我的妈！扎他！扎走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他不倒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要干啥？我得溜他啊！带不带个汽车？哎，哭什么？还没完事呢，还在晕呢！100万的眩晕值！哎。你老喵喵什么玩意儿？准备啊！快跑！我要去，别给我崩死了！还不晕吗？瞄准！发射！再给他来一下！扎着没？要晕了，躺下吧。就这么嚣张是吧？ OK， 没有什么纰漏吧？这样啊，咱们赶快啊，快！打不开背包呢咋？我这怎么喂他啊？这样吗？
你耍我呢你啊。哪儿呢哪儿呢，快点快点，这个呗。大有神了。我去。是空气压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归你了啊。这玩意儿得用安吗还是不用安呢？它叫什么，它叫天堂暴虐龙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有没有那什么呀，我有没有那个定位器啊？没有。没有定位器怎么办？定位器是这个吧，需要水晶和熟肉，我有。那你先搁这等我呀，你别跟着我了。这样这样，然后我回家一趟啊。那他是不是得那什么呀，得给他弄一个，他有安吧，他死的时候不给我一个安吗，记得不是他不啊，白给的。你还我饲料，还有两个天堂饲料，你啥意思呢？我好帅呀， C 键，我去帅王炸，然后摁叉啊，叉键就是鸡眼的叫呢。右键呢？哦，口气清新，没用啊，炸，还没升级呢，是不是？还可以还可以，那先跟我回家呗，先跟我回家，我没给他升级呢啊，我啥意思啊，是不是要死，什么意思啊，哎呦没死，你这啥玩意儿，死了吗，死了死了，赶快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，他的定位器我还没弄呢啊，我先回家，把他先带回家再说。700万血量够了，他护甲老高了是吗？ OK OK， 死神呢，你也不咋大呀，没有别的技能了吗？哇，他像一个周围放那个散射，哇打这么远呢，我突然感觉死神不香了是吧，炸炸一下炸一下，喂，范围多大啊，它像个导弹一样是吧，飞到周围它再炸一下。嗯，那个小鹿啊回来吧，小鹿搁那不安全啊，小鹿快来。 OK OK， 去那儿去那儿去那儿撅着去，去我去吧。 OK OK， 安也有了啊，打那个二级 boss 的时候掉了一个安，然后就给它套上了，帅，可以啊，他不就暴虐龙吗，哪是男剧啊，我的小伙伴还说他是男剧，他哪是男剧啊，这不是暴虐龙吗，想骗我，再炸一下，哇太炫了，他这个技能啊，不错不错是吧，然后再给他看看能不能给他升级，我这不有那什么吗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两百万，然后给他加血量加到多少，700万呢，加到900万，加到1000万得了行吗，然后加伤害。 OK， 然后这有这个成长药水啊，还有这个，我这么多啊，12瓶那么多呢，没了吗，还有点小瓶啊，我都给他吃了，这样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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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给你吃了，吃吃吃吃吃，天堂暴龙，他不是暴虐龙吗，全加攻击力啊，不用加别的吗，这完全这就是 bug 的存在，这个，哎，我去，19000是吧，19000的伤害，全加攻速，小伙伴说加耐力，耐力好像不用了吧，然后回血药在哪里，给他吃点，这个是吗，回血药吃，把血给加满就完事了啊，给我炸，太帅了，他这个有点像榴弹似的啊，散射的榴弹，我怎么感觉他有点卡呢，来天神模式看看，
你怎么个送拐子呢？它可以喷火，它蓝烟是不是？这蓝烟厉害吗？去溜达溜达啊，揍一揍谁去？走路好慢呢、啊，先来一个蓝烟的威力，看看怎么样啊？我支持你。喷哪儿去了？得近点吗？喂，七十万，七十万的伤害，炸弹猴。